男孩姑娘，何必太过悲伤，年纪轻轻只是流放，旧梦失去有新的作伴。啦啦啦啦，瞒着我什么？啊，我们并没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，真的没有。没有啊，真的没有啊。不要骗我，我感觉得出来。Jessie。哎，安娜。嗨。来来来。嗨。坐。谢谢你们又来捧我的场。啊，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秦长风秦先生，久仰了。您的报道我差不多都看过，真是篇篇有血有泪，入木三分。还有啊，安娜，啊，他就是梁丽的男朋友。哦，哎，那更是失敬了，秦先生，我为你和梁丽伟大的爱情而干杯，啊，也为他的壮烈牺牲而干杯。梁丽。
都是我不好。战争实在太残酷了，他卷走了我们的一切。直到今天，我才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痴情的男人。秦先生，要是您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做个朋友？对不起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想先回去了，再见啊。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睡不着。长风，陪我去喝杯酒怎么样？咱们一帮同业还是天不亮不上床啊？哎，干我们这行的多少有点神经病。走吧。好。哎，你先别起来，我去给你拿沙龙去啊。秦先生啊。秦先生 ，sexy 小姐，请你到记者俱乐部去一趟。哦，好好好。嗯。哎。各位，政府军要开辟新的战场了，要去的快点走啊！我也赶去发稿。走了。对，我想明天就赶到最前线去。实地采访这一场伟大的战役。啊，来哟，来过，来过。咚克隆克隆卡桑，咚哩哆咚卡桑。庆祝什么胜利大会吧。
位民族女英雄，她在沦陷区被困了半个多月，她历尽千辛万苦，重重艰难，现在终于回到了我们这里。这位女英雄就是我们的女军医梁丽，梁医官。Thank you.
梁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谁也不准再离开谁了。可以想象得到，我们按照着高棉的风俗、高棉的仪式、高棉的习惯，很别致的举行我们婚礼的情景。那时候，我们两个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、最快乐的。我们的仪式，穿着高棉的礼服跪在我的旁边。你知不知道那时候我有多么骄傲吗？梁丽，嫁给我，我们明天就结婚。不能够再等了，残酷的战争越来越近了，我有一种预感，如果我们明天不结婚，不，梁丽，答应我，一定要答应我，明天要嫁给我。有事啊？嗯，很重要的事。我刚接到上级的指示，命令我们今儿晚上一定要把梁丽捉到手。捉梁丽？嗯。为什么要捉梁丽呢？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啊？照目前的情形看，人人都知道梁丽是高棉的一个民族女英雄，也是一个偶像。我们要是想一个办法把梁丽捉到手的话，然后逼她承认根本就是我们的人，是我们派来潜伏在这儿的，哼，这种宣传到哪儿去找去？那这个任务只准成功，绝不准失败。我来京边已经差不多混了半年多的时间了，哼，也总该好好的露上一两手才行。所以我们要来个万全的调虎离山计。我要你去缠住那个秦长风，好给我充分的时间去捉梁丽。你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哼，好。啊，顺便提醒你，有一件事情你可不要忘记，你的父亲跟你的弟弟还有你的母亲都可在我们的手上。
等等。啊，梁小姐，马上就回来。我。嗯，乖，听话嘛，你先上去歇着等我，我办完了事就来。是说我怎么会进来的吗？人家有心等你的嘛，你还不知道这个道理。安娜小姐，对不起，嗯，我要休息了。人家就是来陪你休息的嘛。嗯，安娜，安娜小姐，半夜三更的这样不好吗？不好。有什么不好呢？啊，安娜，安娜小姐，请你离开这儿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呢？长风，是我了，梁丽被绑架了。啊、哦？什么？Yeah.
身了两三个人，却换来你们这两条大鱼。这倒不错，这趟买卖倒还真划得来。乖乖给我上车。准你离开我了。